来看一下哈，这是咱们家自己生产设计的沙袋机啊，磨刀机、打磨机，这些是小型的，小型的。下面这款是沙袋宽的5公分的，这个是手持的啊，小车床、台钻、9平切割机简易版的啊，这个是7.5公分的啊，咱们看一下哈，这都有，这是定角的，这是折叠的，下面是卧室的啊，看一下啊。还有这款是双翼的啊，看一下都有啊。这一款是这个简易版的这个磨刀机啊，机体是铁板的，3毫米厚的啊，看一下。还有这种佛珠机啊，这个是沙袋宽度10公分的啊，打磨机、抛光机、小台钻，还有这个小台磨啊。这款是高配版的9平切割机啊，这个是电动拱丝机啊，全部都是现货啊，还有一个台锯，好吧，还有这个带推齿的台锯啊，这个是不锈钢的台锯哈，这款是这个带推齿的，带刻度齿的啊，上面都有激光的这个刻度啊，还有这种小台钳夹啊，这种手持的这个切割机、打磨机啊，都有，好吧。全部都是现货啊，咱们可以看一下啊，都是现货，有需要的啊可以直接这个到我这个快手主页，有个这个快手小店，直接去下单就行哈，全部都有哈，里面看一下啊。下面这是拉花机啊，拉花机